恁进前不是声声句句爱我提出证据证明我的清白？好啊，我即马就提出证据。刘经理，你讲我泄露公司的机密，是暗时十点十分，是吧？是啊，确实是暗时十点十分无对。大家拢有听到，确实是十点十分。这张发票。是伫迄天暗时，我离开公司了后，伫附近买文具的发票。这顶面的时间，就是刘经理讲的，暗时十点十分。这提当证明，迄天我无伫公司，是伫这个所在买物件。这款还用？我是来特别给你提醒的，若是曾经理哦，贵阳市物流离职，我得马上注销你跟阮天星平台所有的合作关系。哦，喂，潘总诶，我想袂到你这么挺阮思思呢。当然啦，我当初会跟阳市物流合作，就是因为曾经理能力。若是曾经理真正离开啊，我想我嘛无理由跟阳市物流继续合作啊。哦，拢有听到哦。你若真正要甲思思开除哦，你就减一个大客户啦。潘总经理，多谢你遐尔听话。等我哩，这张合约白纸黑字写到好细好细，你变哪会用讲毁约就毁约？咦，我无毁约呢，你的记性哪会遮歹啊？你变哪做总经理的？你莫忘记哩哦。这份合约到一个月试用期，一个月试用期嘛，得要到啊。咱双方都要尽力，正式合约阶段，你安尼做，敢袂伤过超过？袂啊，我袂感觉伤超过啊，我感觉拄拄啊好尔尔。而且，就算咱即马要进入新的合约阶段，不过咱都还袂签约啊。所以哦，这个合约就是屁啦。我阁会甲阮所有诶合作厂商讲，叫伊卖甲恁合作。我看哦，死狗，你即个总经理位哦，还袂坐收，你头壳冒咧烧啊呢？这件代志就到这为止。总经理，你想要到这为止，要唔阁我袂？你阁是要安怎？总经理。今日透早，你遐尼大个动作，找人去我的办公室，佮讲话侮辱我，侮辱我的爸爸。你敢认为三两句话就会当解决嘞？对啊，你害我安尼白仔囝安尼身心灵安尼严重受创，对不？无你嘛想要当初你对潘国联安尼牵一下布煞讲回事的嘛，对不？嘿，想袂到你嘛会晓，我一招。有啊，你们才有诚意对吧？啊，无像伊这款嘞，小神嘞笑起来，话拢三日无人讲，对不对？我当然讨一下公道话啊。总经理，你无刷登报道歉，安尼浪费钱，浪费社会资源。我只要你当大家的面向我，还佮我的爸爸，话一声实的就有够啊。讲实的。啊，有啦，这个就听有啊啦，大家都有听到哦、喔。水清波啊。现在是在跟人回事的，不是在跟人唱啥，够温柔的啦。哦，你别找，你别找哦，打电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录起来，无你以后都不相信哦。你这个人，我袂信任你。来来来来来，哦，你徛好哦。哦，来来来 ，Action！ 曾思思小姐。曾勇先生，我今天刚出事嘞，对您做出遐尔冲动的代志，